欢喜伫这时阵会当甲你来见面，来介绍我最近所出版的一本册。伫42年前，我有机会到英国去进修大众传达、电影甲电视的制作。然后我有自助旅行到伫以色列去，是安怎？我要去以色列做自助旅行，来翕关于耶稣基督啊，伫世间传道你的见证。因为阮的老师安尼讲，啊，你要做团队的工作，你唔呐爱用你的嘴讲予人听，你嘛得爱用你的图片，你所看见的报人知，予人会当看见、听、甲看、视听非常重要。上帝予咱两个耳、两蕊目睭，就是爱咱听佮看。耶稣传道你的时阵，伊大声到伫约旦河来受洗礼，有两个惊说约翰学生想要对耶稣，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住伫底？”耶稣伫遐甲伊讲头一句话：“恁来看。”伊毋是讲恁来阮拿撒勒，所以看真要紧。伊若甲介绍我伫拿撒勒住伫啥物所在，伊会了解，感觉比较较少。总是看。看了印象会加真深，嘛比较较会清楚。有一个耶稣学生叫做腓力，腓力有一个朋友叫做拿单了。伊甲伊个朋友安尼讲：“我已经拄到弥赛亚，就是拿撒勒个耶稣。”拿单了问腓力讲：“拿撒勒会出什么高人？会出什么先知？”腓力甲伊讲：“你来看就知影。”腓力带伊去见耶稣，看见耶稣的时阵，耶稣甲伊讲一句话：“你伫葡萄卡的时阵，我就认捌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。”伫迄时阵，拿单业就随时认耶稣，伊是一个弥赛亚，伊就开始来对耶稣。耶稣传到你的时阵，嘛不时对人安尼讲，伊无讲真深的神学。要怎样认捌上帝？恁看空中的飞鸟，上帝所创造的，伊无静坐，上帝予伊食较饱；伊无穿衫，总是上帝要予伊寒死。恁看亚地百合花，怎样水？所罗门王所穿的衫，嘛毋达到百合花水。看会予你明白真济代志，嘛会当予你明白真理、明白上帝。所以咱家听道理有够叻无？我讲真有够叻。总是你若要阁进一步来明白真理、明白圣经、明白上帝，看非常重要。哦，这本册真要紧的所在，毋若有这个文字的介绍，关于历史上的主耶稣。啊，嘛有这图片的介绍来见证耶稣基督传道你所行过的所在。所以咱看这本册真侪图片，有1500几张的图片。啊，有这文字的说明，你若先看这文字的说明了，搁来看这后壁图片，你会当搁较清楚耶稣伫世间所行过的所在，伊怎样伫遮来传道你，你会当搁较认捌耶稣基督。确实是上帝的子，对天临到世间，伫遮搭来传道你。有一位教授叫做地邦德，伊是台湾文学馆的馆长，嘛捌做台南市政府的教育局长。现在伊是依然伫生态咧做教授。伊毋是基督徒，伊看伊这本了后，伊的感想是啥物？伊是头一位为着这本册来写伊的感想的一个教授。伊讲，若要认捌上帝，是三位一体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伊踮伫天顶。要怎样认捌？咱无法度看见，总是圣子耶稣基督有临到世间。毋若安尼，伫历史上有记载，圣经记载，历史上都有记载。
搁一方面，就是伊所行过所在，对地理上咱会当看见，伫啥物所在传道哩，即个所在图片拢有写来做见证，互咱知影，即拢是行过所在。耶稣基督确实有对天临到世间，即就是一个见证。所以看伊这本册了后，伫遐伊相信、认捌三位一体上帝。圣经耶稣基督临到世间，毋若安尼，伊阁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死，互人定死个。死后三十个月，拢是对这本册的图片的见证，伫遮来认捌耶稣基督。最后伊讲，耶稣今仔日还阁伫个。也搁活着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代志，所以才有侪侪人要信耶稣。这敢毋是神宝贝，予一个迷信者，毋是基督徒来认捌耶稣、认捌上帝，这敢毋是神要紧的代志？吾嘛，这本册会当真侪你的帮助，予你加添信仰。毋但安尼，嘛当予你做传福音的路用。啊，特别我爱甲大家介绍一张图，后壁这张图有一个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老师，伊买一本了后，伊摕去加拿大，给伊的小妹看。看了后，伊要离开加拿大的时阵，伫机场看见耶稣对因出现，伊所看见耶稣拄拄甲这张完全相反。毋若看见耶稣对因出现，要上去的时阵，耶稣佫对伊的小妹安尼讲：“你的囝是 nice boy。”佫听到耶稣出声甲因讲，所以足欢喜的，当下就随时敲电话甲问讲：“这张图是对对来的？”我讲：“这张图是一个基督徒看见耶稣对显现所画出来，真有啊！”哦，下面则有则圣经在讲，耶稣调到仰天祈祷。这张就是耶稣调啊，仰天祈祷，敢毋是真活、真虔诚来替咱祈祷？今仔日伊也活着，嘛当互咱看见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吼、哦，嘛是这姊妹的见证，吼、哦。毋忙这本册会当做你真好的帮衬，啊，真多谢。搁再一项，我会甲大家介绍的。我对这个一些回来的时阵，已经有出版一本册，叫做《圣地保值情人》，这是伫35当前啊，我第一遍所出版的册。大家感觉讲看了无够味，叫我着爱加添搁较详细，所以才有这本册啊。历史上主要所出现，总是这本册还未出版之前，我用12当的时间来做圣经阅读。哦，古早是做较大个，哦，啊挂伫壁哩，啊大家讲挂伫壁伤济啦，无底挂，所以我伫两年前就改做这个啊桌顶的画历，彩色桌顶，你读册读圣经拢会当看见。去年我出版的时阵，封面是耶稣的图，耶稣是好牧者，伊放伫桌顶，啊伫这个啊。两三礼拜前，伊甲我讲，伊这本册，这本道历放伫桌顶，耶稣甲伊足亲近诶。啊，下面有写讲，耶稣疼你，赐你平安喜乐，所以感觉讲耶稣真正是疼伊，几年久平安无代志，足欢喜诶。最后，伊讲一句，因家诶佛祖放伫客厅离乡啊，照顾袂到啦。所以今年这本出来的时阵，伊阁介绍一个单位，爱订200斤去做过年的礼物来送人。耶稣若伫你的心内，伫你的厝内，伫你的桌顶，甲你3000斤的时，你若相信，耶稣就听你，就赐你平安喜乐。啊，毋忙耶稣基督真正，毋那是你的啊家庭的主。也是你心内的主，直接答想使你平安喜乐，真多谢，真多谢。